想，那怎么办？要跟谁写？好啊，是培训老师。老师好，老师总是会老嘛。像我这个年纪呢，我还在学校晃来晃去，谁要接一接我们的话，也是有问题。你问小孩子，小孩子妈妈不会讲，哎，都是这样哎。问爸爸，爸爸爸爸不会讲，连阿公都不会讲。哦，我都碰到这种问题耶。今天谁要来救自己的医院？谁要来救？除了自己有认知之外，谁会来救？所以说靠自己啊，靠别人不好啊。哦，好，各位，我再重新再复习一下，从母婴开始，那个母婴五个妈妈哦。底下全部是子音，好，试试看。母音五个妈妈，这个妈妈你千千万万要认得她。来，各位一起念来。一五二啊哦，确定，她不要忘记了。好，再过来。这个跟这个是开放式的，这个是被压缩出来的音，气是被压缩的。好，再一次哦。再过来，很特别的，从两边，舌头顶在你上排牙龈的位置。顶着就好啊，不要太用力了，顶着就好，让气出不来，气被逼着从两边出来，哦，很特别吧？哦，很特别，相信里面的阿公、你们阿妈从来没教你们。哎，他发音的位置很特别，再过来，有声音的子音，再过来，好，他们一样都叫跟妈妈一样的名字，但是长得不一样。特别注意到为什么特别有声音，以后你会看到很多都是这个字，啊，在的那个单字里面很多都是这个字。刚才我讲哀嚎的，哎，有没有这个字？为什么不用它？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你为什么不用这个哀？为什么要用这个哀？有没有想过？对啊，都是哀啊。哎，我刚才讲，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记得。妈妈是这个独立发音的，还记得吧？她是独立的，你没有任何的子音来配，妈妈是可以独立发音的，单独一个字她一样可以发音。但是子音也没办法，子音的全部都气音了，她要靠妈妈，要依附在妈妈，她才有办法有音出来了，要不然都是气音了，鼻音什么的，这样有没有这个概念在里面？有，好，再往下来。这三个都把它摆在一起，因为声音都很相近。好，相近。好，再过来。这个就类似注音符号的，被压缩气被挤出来。好，再过来，这个自己来，自己搞定，把它搞定。可以做示范，同学，你做示范。你自己做示范，听到没？舌头放轻，不要硬邦邦的，放轻，气从里面出来，把它抖出来。骑摩托车试试看。我自己练习，自己练习。如果说。绑上不会念这个音也是很头痛，没有人听得懂啊！一讲到一念到这个音，人家会，你再讲一次，你不相信你试试看，真的是这样。哦，这个没问题了啊，很轻，拍下来，舌头拍下来，这三个来。嗯，陈鼻子。
再来吸中马桶，中马桶，好，简单吗？简单吧？哎，越回忆了。简单。哦，最大声。其实这几个音总共是21个吧？3、3、9、9、12、12、16、16、29，总共20个音，再加上3个符号，各位看看3个符号在哪里？3个符号，它是符号，懂吧？符号它不是音调，不是发音的拼音，符号，懂吧？我们看看这个逗号，发音的时候，当发这个音的时候是喉咙闭锁的，闭锁之后要开，闭锁再开，这个符号。我刚才举的例子，来哦，各位试着拼看看。这个字啊，很简单的，看看没？你拼出来了，这个怎么解决吧？如果说你这个没有了，变成哀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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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成这他把它连在一起，哀吼，哀吼，那就听起来好像听不懂了。变成说这边要切割了，闭锁，到这边啊。闭锁，闭锁之后再放开，哎，再一次来。如果没有闭锁，这个音就不对了。哀吼，和哀吼有没有？哀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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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体会出来吗？可以体会吗？哀吼。要闭锁再放，哦，它的作用在这里，知道吧？好，再来看看，它也很有意思。东西南北谁会讲？告诉我，东西南北啊，4个方位谁会讲？还有呢？哦，讲不讲？这边东西南北就会用到这个记号，有的会用到这个，会用使用这个，但是应该要用这个才对。我分析很久，我观察的结果应该是用这个。东，提一下，西，南。北如果说还不会，这个就不应该了。好，我再讲这个东西，这个是东，瓦利。好，讲到西有这个记号喽，应该是 地，但是要发出的时候是紧紧扣住的，完全闭锁，没有声音的，变成没有声音 ，deep。试试看 ，deep， 这个声音是闭锁的 ，deep， 来，这个发音才对，或者说 deep， 什么 deep？ 那个然后在书写的时候会把这个把它书写成出现了，哦，会变成 deep， 是不是？哎，这个是变通的方式了，哦，事实上应该是这样，懂不懂？完全闭锁了 ，deep。deep， 你就听到 deep， 事实上有没有这个记号在？有这个闭锁被扣住了 ，deep 跟deep， 书写成这个样子，哦，但是你懂得要如何发音。再过来，南边的 ，dimol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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这个告诉我北边怎么说？事实上，好，这边有一些争议的，阿弥陀，人家称为阿弥陀，但是
还有人叫什么？扎，是不是？绑扎对还是阿米斯对？请问，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你到底是绑扎还是阿米斯？有没有想过？有没有想过？没有哈、哦，反正叫阿米斯，铁面佛，绑扎。我曾经我回花莲的时候，我在台中，我那时候离家远，我一看就知道阿美族的小孩，我就跟他斗，就斗着他玩。你是阿美族吗？是啊，我是阿美族啊。你阿美族，我绑扎呢。他这个还不是一样。这个就我就故意斗他。好，为什么我们称为阿美族？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？这明明是北边的嘛，北方佬嘛，不是吗？北佬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什么变成阿美族呢？事实上是有关系的呢。因为在清代，卑南族，你不要看他的人口不多，骁勇善战，很会打仗。他们曾经把所有的部落修理。连打巴弄，连瓦大家都被修理，你知道？那么远的地方一样把你修理。他为什么要修理？不看看，清朝进来，好的，因为清朝够不到那个地方，他也不想要怎么，他整个行政区够不到，就请谁帮忙啊？请卑南族帮忙。哦，卑南族当然是有好的，你犒赏我，我有相对的报酬，我当然帮你啊。是不是？你真的很会打仗。那我相对讲起来，阿美族不会打仗。阿美族男人更什么？是不是这样？其实我们就自我介绍。阿美族很和平啊，不爱打仗嘛、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为什么这样讲？如果你跟我去了解，稍微了解一下，从福德湖他们那时候开始。原住民权益促进开始在抗争的时候，开始有那个规模，叫不是以前没有了，但是不得不呢，他们有了促进会之后，有规模。通常一直到宪法修改，李登辉那时候把宪法修宪的时候，这段时间真的很辛苦。但是那些阿美族朋友抗争，冲要讲好听点，冲撞体制，好听点是这样。但是也是要流血流汗，是不是？要不然天上就掉一个荷包蛋给你吗？可能吗？必须要自己去争啊，权力是自己争的，不是老天爷直接好我送给你，没这回事啦。哦，政治是很现实的啦。好，当原住民在冲撞体制、在抗争的时候，嘿，有记者在分析了，走在最前面、最骁勇善战的是谁？太阳出呢，真的呢。那些很沉闷，不是很沉闷，很沉稳的，随时都会砰会出来的。乐凯教授他们那组，随时都会跳出来的。布隆族也是，你看起来都没什么，对不对不？但是有他们的战场的时候，砰就出来了。然后阿美族呢？阿贝在后面的，歪啊！那时候自称爱好和平啊，也不能怪了、啊。阿贝组的歌很多，唱不完，随时都可以唱。好了，这个是玩笑话了，确实，这个也是媒体观察出来的。不要笑，其实这个民族性也有关系的。你不能讲说哇，大家都懂不懂？出草，也出草应该的，我发觉也是应该的。哦，那是宗教信仰是这样，他们的中心信仰是这样。你能说他们错？你能说他们才有？不对呀、啊，是一种信仰。我们回头再看，中国历史里面有没有类似的？能不能讲得出来？他们跟常人五马分车。是不是？祭河神啊，漂亮的小女生，祭河神，哎，都是要用血的。哦，
这个不能说残忍、野蛮，这种方式就不对。赛德跟巴莱那句讲得很好啊，讲什么？你要用你们的方式叫我屈膝，我就让你野蛮的尊贵，是不是？很像是这样的一句话，这句话漂亮。所以说，在这个族群里面，不是说你很野蛮了、啊，你就真的是不能这样做，那没有人性，不能这样讲。事实上，他有他的中心的思想，他们的文化，他们甚至可以讲说他们的信仰就是这样。好，结果又跳痛。好，各位，我刚才我要讲的是讲这个，哦，就是这个题号，哦。这样能不能体会出来？对，是不是压缩的声音？对，哦，西东西南北的西，西边西，哦哦，再过来，在这个记号，各位都应该都看得懂。五线谱里面一番都有，都认识他。他是谁？五线谱里面一定有。延长。延长，把音拉长，拉到什么程度？如果他拉得很长，拉到你断气为止。好了，这个叫延长记号。在阿贝主人他在讲，他在形容的时候会用到这个，譬如说，要讲古老的故事，从前从前，我这个时间点在哪里？各位可以想象一下时间点在哪里？是不是已经不可考了？哦，这个时候用仿战的话来说的话，来怎么说？我听到了，我听到了，来再一次。哎，丁老师那边呢？哦，应该是在那个时候。一滴呀吼，你要拉多长是你的事了。那你表示说你现在讲这个故事的时间点在哪里？不晓得在哪里啦，非常遥远。那、啊、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延长记号。如果说我很喜欢你，能不能用到它？我喜欢你，我很喜欢你，我非常喜欢你，能不能用得到它？能不能用得到？用得到哎、欸。我们看看这个字，我们讲喜欢的话，来拼一下。乌拉，是不是喜欢了？爱呀、啊，乌拉，哦，叫我爱你哦，我现在就用到了，很好用的字哦。我看看你们怎么去形容那个爱，用它怎么去形容？甚至在这边，乌拉，因为仿扎的字真的很少，延伸字它的生词很少，都是加什么？前面加叫做前缀，加缀词，后面叫做后缀，甚至加在中间叫中缀，但是不能缀，知道吧？好，前后中，缀词都加在里面，它的意思被扩散了，甚至于再加延长记号，那意思有没有一样？一样被扩散了，被扩大了。我譬如讲乌拉来说，嘛乌拉，喜欢我喜欢嘛，我讲到后面了嘛，嘛乌拉嘎哥，你说啊那，为什么没有用吉索？这个我会慢慢讲。你说啊那，嘛乌拉嘎哥，你说啊那，我很喜欢你，懂不懂？会不会用？会不会用？跟你的男朋友告白。好，这个时候看看呢，我们要怎么用啊？这个位置，延长记号要摆在哪？好，试试看，各位。你
那个喜欢的哦，你真的是喜欢的，非你不可啦，爱的死去活来，你再把它拉长嘛，拉到你断气为止。而且要配合马乌，搞够就算了，是不是？或者马乌，到哪里去了？不知道了，那真的是非你不可了，这下子。以前邮差送信都是骑脚踏车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印象？骑脚踏车送信，老王老王，你的信，这个老李老李老李住你隔壁而已嘛，你十号他十一号，请问这个十一号在哪里？这个老王怎么讲？在那边呐。那邮差就点头，哦哦哦，知道知道了，好了，在那边。天黑了才回来。老王，你骗我？为什么骗我？在那边呢、啊？我爬了两个山头才到，才把信送出去。哎，错在哪里？错在哪里？啊？因为汉人对这个我们在马来亚的那个声音哦，延长的，他们没有体会出来吧？哦，这个是族群的用法。人家不见得会体会出来，在那边。但是这个那边，人家是爬了两个山头才到啊，是不是？那相对的，我们讲这个马乌拉也是一样哦。我把它摆在这个位置，我喜欢你，马乌拉，过去说呢，这是很简单的说法。但是你爱的死去活来，你把它拉长了，高兴你拉到了什么程度是你的事。这样懂不懂？好，这三个记号的，我再复习一下。这个声音就刚才我讲的爱好，这个声音出来，第一个音节出来以后，压缩，然后再砰，还是要放哦。你不放你就窒息了。爱，再讲一次。爱，注意到它，哦，或者是爱，到底爱什么？知道？爱好。一般问号把声音往上扬，然后，好，再加后面要对谁的事物，好，再过来，这个是闭锁的，闭锁被挤压出来，你跑掉了，吸，定，然后我们书写的是就跑出来了，就是那个的音，事实上没有是没有音的哦，是闭锁的哦，然后硬把它挤出第一个音节出来。这个就不用讲了。好，刚我提到音节，我会想到什么是音节？各位，要小心啊，要必须尿尿。啊，休息一下。休息一下好了。啊，休息。八点好不好？好，休息一下。好。先换掉，你习惯用吗？